王者荣耀不断有新英雄的加入，英雄的技能也是削弱又增强，增强又削弱。在排位赛中，大家都喜欢用自己熟悉的英雄，那性价比高的玩家必买的英雄有哪些呢？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虞姬有消耗能力和控制能力，并且自身还有自保能力，能减轻己方辅助的负担，在团战中有较强的持续作战能力，上手难度也不高，二技能免疫物理伤害还加速，堪称逃跑神技。大招高爆发还带有一定控制，专防突进刺客，非常适合黄金段位以上的玩家。钟无艳是一名战士加坦克型英雄，前期伤害非常惊人，而且还带有控制。钟无艳操作难度比虞姬稍大些，二技能不容易命中，有短暂延迟，需要好好把握释放时间。被大锤中心砸中的敌人会造成双倍伤害，能让你血条瞬间消失。钟无艳的售价是5888金币，这样一个伤害高、有控制、还有护盾的英雄，你还不心动吗？小乔虽然是脆皮，但小乔有很强的生存能力，原因在于二技能击飞，每次释放技能命中敌人后还会增加自身移速，大招又能跟着自己移动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商城里小乔的售价是5888金币，如果之前没有游戏经验，小乔是首选，团战注意自己站位就没问题了。